换洗手巾了？嗯，来给我看看。不给不给。看看吧，啥的。哈，上回大兵买了新手机，你说看看看看，就把人手机拿去砸核桃了。他那手机，他那是核桃牌的，你这是苹果的，怕啥呀？来给我看看。不行，我这新手机还没贴膜呢，待会儿我出去贴完膜我再给你玩啊。你贴膜还出去干啥去啊？我给你贴就完了呗。行不行啊你？怎么不行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京这个那边那个富士山埃菲尔铁塔底下啊，凯旋门底下全有我摊位。不信呢？这怎么还不信？我们家贴膜那技术是祖传的。你都吹吧你，什么祖传啊？这贴膜是这几年的事儿，你爸教你的？什么我爸教我？没听过我外号吗？贴膜王。而且你上外边贴膜去，能给你贴什么好膜啊？全给你贴的最差的，贴上半个月就起泡，完了还看不清屏。啊！而且万一你说都在外边摊位上，你在人家正贴着膜呢，完了城管来了，他拿你手机夸就跑，你能追上吗？不是哦，那我穿高跟鞋肯定跑不过他们。就是。那我给你贴。那我交给你贴了啊。对，放心吧，十分钟以后啊，给你贴锃亮。小心点啊！放心吧，新手机。哈，嘿哈，噗噗噗，电热，哈，哈喽，哇。